啊，刷来阁有一个，这个音乐创作的发表会，为着文雄啊，写一首歌，啊，这嘛是已经足久无的代志。啊，这位段振宇先生嘞，伊甲文雄的缘分就是1990年时阵，文雄有去美国顶岛待三个月，吼，啊，咱来听这段缘分，然后听伊唱两首歌。一首是要反映伊的心情，就是迄个老黑剧。目前呢，吼，伊爱我介绍讲，伊是即马是一个英语教授，不是英语老师啦。当初是呢，即、這个外省人、外省人台独会，吼，上在发起人，伊是其中一位。本地吼，我有准备讲要甲迄个文学嫂啊吼，啊个两个文学囝吼，要自我介绍吼，讲我是啥。伊讲三十几年来吼，我拢无来家己啦吼，拢无家己拜访过。但是呢，头拄我讲啊，伊去美国吼，迄是1991年嘛吼啊。到阮家买两个外月的款，92年我就发起迄个外读会嘛，登陆三期啦，93年伊去美国就读册嘛，应该是伊读了尾一学期的款啦，我就倒来台湾嘛，倒来台湾就一直到今嘛，都无离开过啊，即个就是一个月吧，差不多四五礼拜前嘛，讲爱唱歌嘛，吼，讲请迄个阿玲吼选一条，迄个阿玲讲嘛，你家己写，吼，我来试看卖，买来一条写出来，迄个是差不多两礼拜前嘛，有差不多写一个大概啦，吼，拜三的款，四工前啦，拢总。安尼就整理出来吼，合作朋友啊，你有好无？听看卖。这条歌谱曲吼，我用较特别，就是迄个台湾调啊。就是吉他啦吼，迄差不多是乐琴吼，迄款的声吼，所以迄个调音就无同款。所以等下我这条歌了后，要唱迄条，迄条是英语歌吼，迄是要唱给在座的朋友啊，迄是咱的心情啊。但今麦这条是要唱给文晓啊，甲因的家属啊，安尼啊。我捌替你照顾
好歌，朋友啊，落尾你有好无？I'm coming, though my head is spinning low.
I hear those gentle voices calling, oh, Black Joe. Where are the hearts once so happy and so free? The children so dear that I held upon my knee, gone to the shore where my soul has long ago. I hear their gentle voices calling, oh, Black Joe. I'm coming, though my head is spinning, oh. I hear those gentle voices calling.我是讲恁拢是。